好，同样在春节期间，我们来看了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举办的人间因缘佛教圣歌的赏析会，沙弥们集体创作，准备了几十首的歌曲，带给观众丰富飨宴，就连中文歌也都难不倒他们，透过镜头带您欣赏。人手一样乐器，要把恭喜送到每条大街小巷。新春期间，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举办人间因缘佛教圣歌赏析会，让沙弥们大秀才艺。佛祖保佑你，保佑你健康，天天都健康。就连心定和尚写的中文歌也难不倒才二年级的他们，精彩演出搭配道具和动作，希望佛陀慈悲加倍，全世界都能健健康康。透过星云大师写的歌，鼓励听众乐观面对一切，让内心阳光普照。佛光山印度沙弥集体创作，带来丰富视听觉飨宴之外，也用音乐弘扬佛法。要在新冠疫情肆虐当下，努力传递正能量，吸引更多人走进人间佛教世界。认为是印度新德里综合报道。